很多人呢选择来到澎湖一游，为的就是要尝尝当地海产的鲜甜。香亭土托鱼羹的老板用新鲜的土托鱼来下去料理，以高温油炸的方式将鱼肉的汤汁保留在酥脆的表皮里面。而为了要保持着二十几年来做料理的初衷，这里呢始终只有土托鱼单一个品项的菜单，能够留住老顾客的胃，也吸引了新人潮的目光。不仅仅是美味，还有这公道的价钱，再加上这料多的物超所值，让客人带着好心情来用餐，透过口耳相传，也有了好口碑。